佛教导我们没有别的，放下而已啊。放下是功夫，放下你就看破了，看破什么？看到事实真相，叫看破。啊，事实真相是什么？所有一切现象是假的。啊，物质现象、心理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全是假的。你真看破了，啊，假的怎么样？假的就不会再放在心上了，就对了。我们今天把假的放在心上，真的完全不知道，这叫反复，这叫搞生死轮回，苦不堪言。啊，所以这边讲的净土从哪里来的？净土从愿生的，阿弥陀佛的愿善，纯净纯善，所以生出来的现象，物质现象、心理现象、自然现象，都美好到基础，挑不出一点毛病，真的让人称心如意呀！啊，我们的自信跟阿弥陀佛是平等的，是一不是二啊！那我们跟他同心同愿，同德同行。哪有不生极乐世界的道理？啊，所以我们要有坚定的心愿，老实念佛，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。一切时，一切处，不能把它丢掉啊！口不念，心念呢？心里头常有阿弥陀佛了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心里头不能有贪嗔痴，有贪嗔痴是造三恶道。啊，魔鬼地狱出生从哪来的？是自己贪嗔痴这个念头念出来的，你怎么能怪人呢？啊，人道是五轮五常念出来的，啊，常念轮常，不舍人生，来生还得人生。啊，天道是大慈悲、大智慧变现出来的，那比人道高的太多了。啊，我们把这段念掉，就明白了。这底下话，从当知无上正觉，一切愿望从此出生，这是彭居士的话，他为我们解释我法无上正觉之现，啊，为我们解释这个，啊，说极乐庄严一时具足，故曰。这下面的话是彭居士的，至心求道，精进不止，会当克果，何愿不得？这是本经的经文。所以这为什么一切法不离自性故？
啊，彭师之书，彭继清居士所讲的，道出世尊此大之本矣。啊，世尊回答法藏菩萨的意思，该发起之心，彼岸深空。我们这里真发心，西方极乐世界就有我们一分念力在其中。这个念力变成了莲花，莲花上面还有自己的名字，决定不会错的。将来报尽，阿弥陀佛就拿这个莲花来接引。经上讲得清清楚楚啊！啊，所以发起之心，彼岸深空，音彻国海啊，花果同时，但当精进，何怨不得？真的，一切因果不离自心呐、啊，无有一法居于心外。这两句话说得好啊，我们信心从这里建立。所以念头要谨慎啊，尽可能把错误的观念放下啊，错误的信念啊，把正念。正念就是求生极乐世界这个念头。啊，亲近阿弥陀佛这个念头，这个念头要常常升起。啊，时时刻刻都有这个念头。好啊。啊，有这个念头，就是我们自己。加入极乐世界，加入阿弥陀佛这个团体，真实的功德啊！要记住，一切因果不离自心，信愿持名是因，往生极乐世界是果啊！无有一法居于心外，心外无法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